本节目由果味爆发浑身开挂的美年达冠名播出。回到最原始的我，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、哦、如果有一天我离你遥远，不能再和你相约，你是否会发觉我已经说再见。阿口前面主歌遥远的远，那个远永远会偏好，就是我觉得毕竟自己很多地方不足，还得多练。我觉得后面那个我已经说再见，我已经说再见。我宁愿你说再见是快的，也不要卡好一拍对一拍。好，哦，就是长期训练之后，就整个人有差很多。因为以前的唱歌方式是错的，然后老师就会一直纠正你。你那个我也可以是哇，就收掉。哇OK， 我记一下。老师的境界太高了，可是他教的有些地方是我还在改善当中。我们老师就是非常 nice 的人，基本上不会生气，但是我们孩子都挺乖的，因为他教我们的都会有学到，所以就是每堂课上完都会有很大进步。后面一句，前进不换。音准。千金不换，再来一遍，从千金来。千金不换，你唱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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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啊，他已熟悉我的汗，他已熟悉我的汗。他是我肩膀上的指环。对。他让你红了眼眶，你却还笑着原谅。原来你早就想好，觉得自己很一般。对，对，对。原来你早就想好，你要留在谁的身旁？他这是很酸的。这个东西是自己要去想，因为这个东西我没办法教你。就感情这种东西，我可以把握好。对，可以。那么夕阳，曾经无畏的那片。我就觉得唱歌是我一路以来是非常有信心的一块。曾经狂妄，以为有梦想就能到达最岸。第一个是开头啊，你的开头进不准，然后突然间唱得这么不好，没有一个自己很擅长的东西，我就会觉得，哎，我适不适合走这条路啊？好像绝望还是天堂。好，前面那一句到达这两个字要注意。以为有梦想就能到达对岸。哦，还是到达对岸。唱歌是一个唯一能让我觉得我能释放我自己能量的一个东西，所以我觉得我真的要更加努力的去进步我各方面的才华。嗨，小优老师又来咯，今天的课题很重要哦。尝试展现清新清净的一面，获得导师的认可吧。 Rock the show、oh,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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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et me rock the show、oh, oh, oh, oh. 不错哦，这件感觉很清新。
当然啦，因为我吃了绿箭薄荷糖。本节目由果味爆发浑身开挂的美年达冠名播出。I have a pen. I have an apple. Apple pen. 啊？什么歌？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，那陪我淋的雨，一幕幕都是你。哦哦，你不是我口吗？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，突然风里的回忆受不了，看见你背影来。动作好多哦。哎，我哎猪八戒不，你唱歌就唱歌，不要跳舞，求你了，求你了。我可以跟在你身后，像影子追着幻梦。好，这首歌是他的，这首歌是他的。来，唱唱唱唱唱啊！我可以跟在你左右。扣分。我必须唱对一次。确认过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。我的，嘿，火车马特奔，火车马特奔。嗯，不是啦。好，再见，拜拜。哎，老师，他是负两分了，那我就不用比了，你就输了。必须唱对一次。一杯敬朝阳，一杯敬月光。阿口，我们没有强过都能赢。有些人一次没抢过啊。好的，主要是让我至少要抢一首。想去离开总有时候，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。终于破鸡蛋了。啊，我会，我要去。阿孔，终于。你刚睡多久？不是，我怕到最后面不是有那个惩罚吗？跨越一零一，进入理想标的，是不是？对。可以可以。哎，阿孔，我们终于拿到一分了。啊、好不容易。好不容易，真的好不容易。你不要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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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想输。这车你去。你是真的会吗？我会。不是，你又负一分哦。不要不要不要，不可以让他赢。对对对对对，我们对再放一把，再放一把。两只老虎在草原，在那边那边吃东西，炸鸡两块啊，牛排很好吃啊吃。啊啊。Everybody, darling. 阿花，阿妈，你的那一个葡萄树，
葡萄树上有只狼，狼在吃着啥？Yes， 负一分。嘿嘿。葡萄成熟还早得很呀，现在上来干什么？北风萧萧，真笑看不见你沉醉了没？再活500年。下一首，下一首。这个谁都会吧？应该。懂得什么是珍贵，那些美梦没给你，我一生有愧。哇，哇，你没走音了！顶嘴，顶嘴，很棒！自己翻盘呢，逆风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这样，蹲下来，你不可以站起来。啊，就这一次机会。升起歌将负分哦，哎呀呀呀，就当我未遇见你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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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我喝奶的力都用了。好，这次就走。至少五分吗？这还他肯定不会唱的。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。继续。然后呢？用最浪漫的副歌。所以呢？你也轻轻的附和。怎样？眼神坚定着我们的选择。什么？谁？你唱什么？眼神坚定着我们的选择。啊。好好好。结果精彩的两人抢夺，然后谁家分数终于没变化。所以现在那个。这次第一名是车车啊，最后一名啊。然后他就讲述了，然后就是讲的是什么？然后他就讲述了，可以带上手机啊。刚杰跟郑宇其实都会帮我哎。郑宇就是会说这句应该要怎么唱，然后情绪是怎么样，他就算起来他只是一点点爱你的那一个，那他会教完我然后再去唱自己的东西。走不到的路就算了，我们永远停在这了，不在乎的没有舍不得。节奏有问题，等一下。哦，哎，在啊，卡西。就是压力大到会很想家。走吧。哎，重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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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一点点迷失方向。你回家会舒服的。等一下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